話，你老豆喺度做咩？我作家咧，我係會笑嘅。點解我會咁 specific 係話13年前咧？就係、是、我十就係嗰陣時，我係昏迷咗3個禮拜。唔好意思，個樣醒翻之後咧，就去改變自己生命啦，展開自己寫作嘅歷程。當陣時即係昏迷緊嘅時候咧，莫講話我係會唔會做作家啦，就算連揸支筆嘅能力都冇嘅時候，今日就唔開始出嚟講啦。直到今年，我自己展開寫書嘅路程，今年係我第9年寫書，終於自己啦，都突破咗雙位數字。今年我係出第10本書啦，再加上呢兩個禮拜，我自己都係咁樣。特別是今年的 Creative Writing 同學啦。